嗨，大家好，我叫智勇，或者是在 Facebook 里面我叫做 C 七勇。那么我今天早上一早就来到这个 Desa Park City 跑步了过后，就想到录一个视频，跟大家讲讲我们这个很 special 的这个 BE Health Seminar 的这个 promotion 啦。OK， 因为刚才原本是想在室外做这个视频的，但是因为下起一些小小的毛雨，所以我就在车上做了。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很特别的 promotion 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只是一年只做一次罢了的，而且可以节省高达的2192块了，各位，真的是太值得太值得了，所以一定要录这个 video 出来给大家。然后在这边的话大概讲解一下到底 BEH 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这个星期六23号跟24号我们将会举办的一场健康研讨会。这个是最主要给很多人去学习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保健啊，正确的养生。因为很多人在可能在发烧生病的时候只会去寻找医生罢了，但是并不了解其实为什么我们身体它会发烧呢，其实为什么我们身体会发炎呢。在这里我就不再多讲，因为上个影片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有一起来分享了这个 BHS 课题里面是什么，如果大家想知道的就按回那个 link 去看找一找好不好。然后最主要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节省高达的2192块的 promotion 到底是什么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你知道了，七月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在起价了，毕业的产品不单止没有起价，而且还送更多的东西来给我们回馈给我们了。所以这个promotion 其实原本只是给参与23号跟24号的人的，但今天 BE 公开给所有的人都可以购买啊。像这个promotion 到底是什么呢？那包括什么样的产品？它这个promotion 呢，第一样的我想要讲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虚弱豆了。OK， 相信大家很多时候都知道，虚弱豆是吃否调节我们免疫力啦。这个虚弱豆的promotion最主要呢 ，OK， 它是有16盒，它有两个配套16盒，它送3盒。OK， 不用紧还多送我们1盒的这个 Slender's Meal， 让我们营养代餐里面把很多的谷类变成粉了让我们有营养的去吸取我们的代餐。OK， 然后在这边的话到底这样子的配套16盒送3盒的许多多，再送1盒的这个 Slender's Meal 可以节省多少钱呢？可以节省到1812块了，各位。不用紧如果还有另外一个配套的话，就是许多多只要买8盒送1盒，再多送我们我们的袜子，这个袜子女装的袜子然后 M size 这边就可以节省价值788块了，各位，我真的是太超值了。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什么 promotion 呢？就是我们的整个手包帮助新陈代谢的，而这个帮助新陈代谢的配套只要买5罐整个手包，然后就多送我们3盒的这个 Slender's Glow。 Slender's Glow 是帮助我们在吃东西的过后帮助我们fat blocker carb blocker fat burning 还有 control 我们的这个饮食食欲的，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在这边已经节省超过1274块了，各位。不用紧，另外一个配套的话如果买3罐的整个双包，它就将会送1盒的这个 Slender's Glow， 这边的话就节省了566块了，各位。我们接下来的 promotion 就是我们的跟诺贝尔奖学者 Dr. 弗伦摩一起合作说拿这个 formula 做的 Befuel 来通心脑跟血管的，这个配套很值得，也是我们在这个 Befuel 里面16盒它将会多送3盒的 Befuel。 不用紧，还送我们这个营养代餐 Slender's Meal， 这边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节省2192块了，各位，真的是非常非常超值啊。然后另外一个配套的话我们就是买8盒送1盒，然后就会多送我们这个袜子啊，刚才讲的这个这个袜子啊。 OK， 这边的话就可以节省我们944块了，各位，真的是超值啊。接下来我们promotion就是我们的这个 Benefit 啦，我们的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只要你喝下去过后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白净亮滑，真的是太值得了。而且现在做的promotion你知道吗，买16盒它将会送3盒，而且不用紧还多送我们1盒的这个 Slender's Meal 多送了。 OK， 然后不用紧，这边已经节省价值超过1620块，而且不用紧，另外一个配套就是买8盒送1盒，它将会多送我们2盒小包装的6包装的，这个将会送2盒， OK， 总共12包，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节省691块6，哇，真的是太值得了。这样这两个盒装公司刚刚换了最新的底材，所以大家如果购买了过后可能发现那个盒装为什么有点不同只是因为公司换了底材了的， OK， 但是里面的料里面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 OK。接下来就是该给大家看到这个 Slender's Meal 了，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去外面的时候我们要很快的让自己补充营养让自己有饱腹感的话， Slender's Meal 是再适合不过的。这个 Slender's Meal 的 promotion 呢，就是我们买16盒送4盒，不用紧，公司还多送我们1罐的这个 shaker， 那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节省高达1249块嘞，各位，不用紧然后另外一个配套就是买8盒送1盒的这个Slender's Glow， 送1盒的 Slender's Glow， 这边然后再多送我们的这个 shaker， 多送我们的 shaker， 这边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节省整
505块哦，真的是太值得，太值得了。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讲讲哦，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黄牌产品了，就是我们的蓝藻了 ，Spirulina。这个 Spirulina 的话哈，只要哦，我们买两罐，它就会多送我们一罐这个小罐的耶， yeah， 小罐500粒，因为一罐这个哈，它是3000粒的，买两罐就总共是6000粒，再多送哦500粒的三罐，就总共1500粒，然后它再多送哦我们一盒的这个 Slender's Meal 了，哇 ，Slender's Meal，OK，、okay？ 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节省哦，高达着1063块嘞，不用紧。另外一个配套哦，就是我们买一罐的这个蓝藻，它就多送我们一盒的这个 Slender's Crow， 耶、yeah ，这个 Slender's Crow 的话哈，这样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节省哦，整391块，真的是太值得。太值得了，然后有一个 special promotion 的这个、特地设计给 BEHS 参加的人的，当然也是 open 给所有人可以做购买了，只要你买4盒的这个Slender's Meal， 再加上哦4盒的这个 Slender's Crow， 你就可以多送我1盒的 Slender's Meal 跟1盒的 Slender's Crow， 你知道吗？提示我们的 promotion 哈、是要买8盒的这个 Slender's Meal 哦，它才哦送1盒嘞。然后哦，平时我们 promotion 哈是买9盒的 Slender's Crow， 它是送1盒的 Slender's Crow， 但是现在买4盒，再加上买4盒，它就送1盒。Slender's Meal 又再送1盒的 Slender's Crow， 哇，真的是很值得，很值得、啊。然后另外一个 special promotion 哈是，比如讲说啊、你要尝试这个产品，要尝试这个产品，这个。promotion 是很特别，它只是在 BEHS 的时候才有的，平时是没有的。OK， 这个 promotion 是什么呢？就是和2盒的这个许罗多，再加上哈这个 Befew 2盒，再加上1罐的这个简哥说包，然后就多送我们1盒的这个 Slender's Crow 了啊！在这边的话哈，哇，真的是很值得，很值得。这边又可以让我们节省了很多很多了。OK， 在这边的话哈，哎，如果大家哈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哎，记得一定要哈去问你的朋友。这样当然的话哈，在这边的话哈，真的是要呼吁大家，因为现在哈我们的那个COVID 啊什么啊，其实很多人的保健意识已经是越来越强了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哈，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在8月2号的时候，我们的 Dr. Inagawa 就特地哈、从日本那边过来哈、跟我们讲解最新的这个 IPPA1 就是在我们许罗豆里面哈、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成分的最新的一个研究，他将会跟我们分享。3年前的时候他已经来过一次了，但是因为 MCO， 然后现在哈、又有机会从日本哈、又来跟我们讲解，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领袖哈、在这边哈、已经买了票过后哈、发现哈、不要紧，发现他不够票，又在每一天哈、几乎是每一天去公司哦、去排队去买票啊，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哈、真的是。要呼吁大家哦，大家不妨先来了解我们的产品，不妨先来了解一下，然后、再考虑一下这个 promotion， OK？ 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值得了。我们 promotion 的period 哈、只是从7月15号、这个月到28号不了的， OK？ 我不用紧握，当你购买了这个 promotion 后，哎，还有机会哦，赢得这个幸运抽奖，这个幸运大奖啊，价值5000块嘞，你可以拿到哈、OK？ 然后这个哈、就跟着这个我现在 post 这个 post， 然后哈、这边的话哈、这个。Lucky Claw 啊，它只是到24号不了啊，24号、就是凡是购买这些 Belix 的产品，免200块，它就是一个的 entry，OK、okay？也就想说，今天如果你买2000块的产品的话，这样的话你就10个 entry 来做这个 Lucky Claw， 而我们这 Lucky Claw 哈、entitled 的。购买的日期只是到7月24号、记得各位，所以、在这边的话、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记得来问你在做 BE 的朋友，在带你的朋友 OK， 你的上线 OK， 然后、如果不然的话、你也是可以直接来找我，你可以按我的这个 Facebook 或者是联络我这个电话号码，好不好？我的这个电话号码，所以在这边、放我的电话号码一下子给大家看一看 OK， 然后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以及打开小铃铛，好不好？然后、我们下一个影片见，谢谢大家，拜拜。